张又下班了，我们现在去买菜。今天早上从家里出来上班的时候，我妈在菜园子里面帮我们摘了小白菜呀，还有扁豆。我老爸也去河里面帮我们拔了茭白，所以今天晚上不用买素菜，去买点荤菜就可以了。现在的桂花真的是越来越香了，走在这条路上香喷喷的。我们现在去超市买菜了，走吧。挑一条大小合适的就可以，不然两个人吃不完。好了，这才差不多。好。我们把床单被套上次带回家里洗了，现在把床来铺一下。这个床单跟被套隔段时间就要带回家里去洗一下，干干净净的睡得才舒服。铺上了干净的床单，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。你晚上不要打哈啊！我才不会打呢。你打着枕头干嘛呀？难道他已经欺负你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打一下更蓬松更直。快点把被子套起来。一个潦草的名字拨动了故事的弦。我怎么突然想到了个段子啊，然后把那个被套一套。你太单纯了。你抓狂的样子，还是四鱼比较划算，才6.5块一斤啊、哦！想想肉，再想想鱼，我还是吃鱼吧。吃鱼我还能变得更聪明一点。下去的用心不